怎么能倒退，摧毁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。让掌声欢迎平冠。今天我的小孩也来了，他不是来看我的，是看他们第二个爸爸的。4年前我跟石头有合作一首歌，然后去大鸡腿录音室，我带有小孩来，刚好一个周末嘛，他们没事，然后他们一进大鸡腿就看到那个神的孩子在跳舞那张专辑，对，一看说宝宝你加入五月天吗？普通又不会太普通的嘉宾，干嘛？有人白眼呢，听到那种有点普通不会太普通，脖子角度这样。经济型嘉宾，升降舞台还是要准备让你仪式感、爽一下，虽然都是自己人，但我们要仪式感，嘉宾都要从升降台身上。你不要一直讲嘉宾，所以到底要唱什么？等一下前奏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对啊，对啊，那这边要跟大家商量哦，不要因为是冠佑，你们等一下就真的每一个人都翻白眼。那个脖子的角度注意一下好吗？直一点。等一下，你们要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要很惊喜哦。要有这样才会有惊喜的感觉啊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，摧毁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？让掌声欢迎平冠。好久不见，真的上次见面呢，其实已经是3个小时前，下午彩排的时候。今天我的小孩也来了，他不是来看我的，是看他们第二个爸爸的，干爹。对，干爹。你知道吗？讲到这个，就是4年前我跟石头有合作一首歌，然后去大鸡腿录音室，然后我带有小孩来，刚好一个周末嘛，他们没事，然后就晚上来录音，我带着他们来，然后他们一进大鸡腿就看到那个神的孩子在跳舞那张专辑，对，一看说宝宝你加入五月天吗？真的，对，所以我儿子女儿在现场啊，看到了哈，看到有差别的哈，那个。人生如一期一会，人间却一天一变。